留下来，因为刚好就是在之前有一段比较密集的巡演，刚好感冒了，所以因为加上特别冷，就报给我。在这样一个舞台，我们还是蛮有感兴趣的，因为就是首先我很热爱这个朝代，是一切都在草创，是充满生机充满创造力的一个朝代，汉朝，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简陋，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在去创造，而不是在仅仅是成绩，这就像我们做音乐一样，然后也很开心见到一些不一样的艺术家在这演出。就像我刚才在春秋讲坛里面说的，很多摇滚乐已经变得陈腔滥调的时候，我们去开创一个新的世界。
We'll be right back.